线路啊，线路吧，它终端。哦哦，知道吗？Hello， 好厉害声。Hello， 大家下午好。Hello， Anis， 啊，大家下午好哦。OK，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记得帮我们分享我们的 Wonder Chef Malaysia 的这个直播。今天我们会教大家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家庭式的裸麦盖。啊，我可以讲是港式的裸麦盖样子啦，因为在现在我们在外面很难吃到东西嘛，都是打包回来的嘛。到现在的话，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学做裸麦盖，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吃到一个热乎乎的现成现做的萝卜米鸡哦。Hello， Ivy， 下午好。要是不，下午好。有 K， 下午好。今天煮什么啊？来，我们要给你介绍今天我们煮的是什么。你没有看过这个吧？知道吗？是很熟悉是吗？很熟悉是吗？啊，大家是很熟悉没有这个？这是什么来的嘛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我们都会打包啊，会吃到的东西叫什么？就是裸麦盖。OK， 今天我们就是教你们做如何做裸麦盖。OK， 这个的话就很方便收啊，你这大家自己做的好都很方便收。OK， 里面你要加什么食材都可以的。好 ，OK， 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嘞，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要加什么材料都可以在里面哈、哦。这个我们是做那种啊比较原版的啊，原版的裸麦盖就是一定有那个鸡肉啊、冬菇啊，或者还有就是腊肠之类的哈、哦。如果你要加好料的话，你可以加鲍鱼都可以的。好、哦、，OK， 这个够了。OK， 进来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哦，我是 Karen。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那个什么来做呢？我们会用我们的 Wonder Chef 的 product 来教你们用最快最简单的速度去做一个裸麦盖。好、哦，有最喜欢吃裸麦盖的吗？这边有吗？我看相信很多、哦、应该是差不多大马人呐、啊，很喜欢都会吃裸麦盖的啊、哦。OK， 来，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好 ，OK， 来啊，首先我要抹我的手先。OK， 来，我今天我介绍我们的材料先，来这个拿过去先。我再放过去边。OK， 主要是什么呢 ？OK， 来看看啦、啊。我们一定是少不了的是什么？一定是有那个鸡肉啊。来，我跟你们讲一下啦。我今天呢，我都是在刚刚进来朋友，你们还不知道啦，因为现在啊 FMCO 嘛，我都是在公，没有在公司做直播，我都是在家里做直播。所以我在家里做直播的话，就比较 free 一点，我不需要戴什么口罩之类的哈、哦，因为在家里嘛哈、哦。如果在公司的话，或者在外面的话，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定要戴口罩，戴那种 mask， 一定要戴的好好哦。OK， 来 ，Hello， 徐丽你好。OK， 来，我们介绍了先啦。今天我们会做的就是啊，裸麦盖的话，一定是有那个主要的食材，这个就是那个鸡腿肉。OK， 鸡腿肉。两片就可以了，两片 ，OK。你要吃多的好，你就可以买切大片一点，因为我今天我买的是两片的很大片的鸡腿肉。如果你不喜欢吃鸡腿肉的话，你可以找鸡胸肉啊，或者鸡翅膀那种都可以的哈、哦。然后的话，一定少不了的什么，这什么的，腊肠。腊肠的话，在华人心里一定很多都会有腊肠的，家里一定会有腊肠的，我们就将家里的腊肠给它削掉它 ，OK。你可以买鸡肉或者猪肉的都可以的。你喜欢，好，然后就将它这样子，你记得哦，老全啊，那个外面有一层那个衣的哈、哦，你一定要扒掉它 ，OK， 你扒掉它之后，你才来切，不可以吃的啊，不可以吃的，这个衣的话是大致上是没有人吃这个衣的，好，变成的话你一定要拿掉个衣，然后你就跟它切 ，OK， 切厚片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样的话就是冬菇。Hello，Hello， 玲玲你好 ，OK， 下午好啊 ，OK， 今天我们进来的朋友们还不知道我今天做什么呢？我今天就是做那个就是糯米鸡 ，OK， 我们广东话就做糯米鸡 ，OK， 这样子的糯米鸡家庭版的啦，原版的哈 ，OK， 然后的话你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冬菇 ，OK， 冬菇的话，如果你家里买的是或者你家里有的冬菇，那是比较大颗的啦，那种大颗的，你就给它蒸了之后切半
好，如果你是买到那种小颗的话，就一颗就可以了。好，然后你的冬菇你一定要给它泡水泡软它。如果你要做的时候是，我建议你们预先泡给它 overnight， 给它软了先。好，这样子泡软先了这个冬菇啊，因为我已经之前有泡软过了的，所以的话这个我只是收给你们看。好，然后就是这个三样的材料是比较重要的，这是三样的材料。还有一样什么呢？就是糯米鸡，我喜欢吃，因为在之前呢，就是因为粽子节嘛，粽子节的话，家里的话，如果粽子那个糯米包不完的话，哦，你就可以来做成糯米鸡，哦，就是可以两用嘛。剩下的那个糯米没有什么吃到的话，你来做那个糯米鸡不错，好吃的。OK，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糯米，糯米的话我这里是300克的糯米，好，300克的糯米你要泡水，泡水的话你最好泡四个小时给它泡水先了哈，那个我就是泡了的那个水的哈。 OK 就可以有了。 OK， 这个是主要的材料，然后的话我们来讲我们的调味料哦。 OK， 现在的话我们就加那个煮那个糯米先好吗？OK， 来，那个鸡肉的话，等下我会教你们吃怎样去腌制先，因为我主要的话是我自煮那个糯米先，然后我才做那个它的鸡的那个部分。好，来 ，OK， 来，我们做的就是糯米的先，因为我们糯米要给它炒一炒它，所以的话我一定要给那个糯米做了先。来 ，OK。来，我们的糯米刚才我讲了咯，这里是我泡了四个小时的，这是300克的那个糯米，你要买那个糯米，还有一种那种糯米香味的那种糯米特别好吃一点。好 ，OK， 来，然后我炒那个糯米的材料里面的话，我有什么呢？就是有那个小葱头啊，这个小葱头的话，大致上的话，如果你算汤匙来讲的话，它大概是三汤匙的蒜米末，就是说这个葱头仔啊。葱头仔大概三汤匙，如果你要肥起来的话大概是六粒左右啦，六粒样子咯。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叫做保温不带啊，保温不带就是那个蒜米，这个呢大概要的是一汤匙，一大汤匙就可以了啦。然后呢我这边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酱油两汤匙，还有一个就是黑酱油一汤匙。还有的话这个呢，我就是里面有掺了什么呢，就是它这里的水量掺一点那个chicken stock， chicken stock 就是鸡汁，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五香粉。来，我们开始好吗？用什么锅煮糯米？ OK， 今天的话哦，你可以看我现在是用这个32cm 的那个炒菜锅来煮那个炒那个糯米，因为你之前你看多数是看我都是拿来蒸的比较多，很少看到我拿来炒东西是吗？OK， 其实这个锅子很好用，为什么呢？它可以炒，又可以蒸，又可以炒。OK， 然后我们就是冷锅加油。OK， 加一个适量的油，我们去爆香我们的那个葱头仔，就是这个啦，葱头仔跟那个熏米。好，我今天会有点掺广东话，为什么呢？糯米鸡嘛，香港港式糯米鸡，我就掺一点广东话。OK， 来 ，OK， 我们就冷锅放油先哦，等到它有那个一点的油温的时候，我们开始去爆香它。来，拿个汤匙给我。OK， 来，我们先哦，记得一定要先下那个葱头仔先，好，才给它爆香那个葱头仔之后，你才放那个蒜米下去哦，不要一次过下去啊，不然的话你的那个蒜米很快就焦了的。好，来。OK， 你看我一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香气我就开始有那个香气的味道了啦，听得很明白。OK， 好来的。OK， 当你在开始煮的时候 ，OK， 你可以看啊，它那个我们煮到它有一点那个香气，还有它已经差不多半熟透就可以了。好，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放我们的蒜米下去。好，就开始给它炒一炒先。OK， 这里我要加回一点点的油下去。啊，很香，很香哦！有了香气了之后
们做什么呢？我们就开始将这个之前泡好的那个糯米我们倒下去。好，这里是300克的那个糯米啊，泡4个小时，泡好了之后我们就来沥干那个水分，然后就是放它去里面去炒它就好。 OK， 给它那个蒜米还有那个小洋葱的味道哦，跟它一起 mix 在一起先。好，给它炒一炒它先，给那个米啊有点吸收它的味道。 OK， 然后我们开回一个中火就可以了。 OK，Hello， 小文你好。 OK， 我们炒一炒它先啊。过后我们要放什么呢？酱油打去，给那个米系味道先。 OK， 还有的话这个就是那个黑酱油也是给它放下去，因为给那个黑酱油上颜色嘛。你看到那个糯米是那种比较黑黑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放一点颜色去给它上。 OK， 我们给它一边上一边炒啊。如果你喜欢比较黑的花生，你就加多一点那个黑酱油咯。其实啊，看你自己本身的啦。好，给它上一上这些啦。你看啊，如果我在家里我不用那个网盘就好了，我用汤匙都可以哦。啊，也很方便的，随你们自己本身都可以。OK， 给那个米上颜色先，好像不够黑的时候，你自己就加到这里啊。就是我这里是一汤匙的那个欧导油啦。OK， 来。OK， 上到这个颜色的时候，我们就放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的那个五香粉。好，这个五香粉的话我是在那种药材店买的，如果你家里有那种五香粉比较香的，你要买那种比较香的五香粉的哦，这个是要放一茶匙。好，一茶匙的五香粉就可以了。米不炒可以吗？ OK， 因为要给它里面有那个香气。好，要给它有香气，给它吸收它里面的那个味道，所以你炒一炒它那就是 OK 了的。那样子搂一搂它。 OK， 啊，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再加一点的水下去。 那些米不会粘锅吗？啊，米不会粘锅吗？哎，那不粘吗？这完全不粘的，你看到没有？啊，完全不粘啊，没有粘，没有粘的。如果它里面有那些酱汁啊，它有粘在里面的话，你不用担心，因为等下啊，里面有那种酱汁的话，我们还要拿来用的哦。OK， 来，要开大火，火一点点。今天的分量可以煮多少个 ？OK， 看你自己本身。如果你自己的话，我 normal 这个分量我是可以煮6个到7个的。如果你的米是不要放太多的好，你可以做到7个也可以的。OK。如果讲啊，有些人讲，哎呦，我要做多一点的，可以吗？可以啊，你将这个分量 double up 啦，因为这个刚好是我是做的是6到7个的分量来的。OK， 大概这样子停住的时候，来，你可以看啊。OK， 来，这个停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停了。OK， 这个可以了，给我。来，我们将那个米拿起来先。因为我这个做质量会比较矮一点，所以看到是好像我有时会很难拿，但是不跟你讲，是因为我的做质很矮，我很高，因为我太高了哦，所以你看到我那个锅子哦，到我的腰下面不了。多少米？这个是300克米来的，水一次过倒下去可以吗？可以，你可以一次过倒下去，但是我这里的话就没有讲一次过倒下去，那就是看我的那个米给它慢慢吸收。OK，
然后啊，你可以看啊，这边呢还有一点酱汁的好，你不用担心，等下我们会放一点水在里面，加它里面那种酱汁啊，一次过都要买好，你不用担心。所以你可以，你这样要炒一炒那个米，它会比较香一点的。如果你没有炒那个米的好哦，它的米啊，它的出来的味道啊，没有那么香。OK， 这边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哦、它里面还有那些层底那种胶质的东西是，那种是精华来的、啊。你放回一点点的水下去，不用太多。包括这个木蚕，下去。OK， 给它震一震它先，因为什么呢？我们会最后我跟你讲这个我做什么用的。OK， 来，别我拿过去一下子先。我给它放住它在旁边。啊，等下我叫他拿出来那个水分 ，OK， 来 ，OK， 这个米呢，你弄好了之后呢，你放一边先，然后我们开始做回我们的那个肉里面的那个调味料 ，OK， 来，我那个配关了。OK， 这边放点啦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鸡肉。OK OK， 这个是鸡肉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冬啊那个腊肠 ，OK， 还有那个就是冬菇，看到吗？哇，一点都没有浪费，当然是啊，家庭主妇是这样子的，什么都好哦，都要挖都干干净净的。OK， 来 ，Hello 雪莉 ，Hello 你好 ，OK 来。那个鸡肉的话，我这边是买了的是就是啊、那个两片的鸡腿肉 ，OK， 两片鸡腿肉。如果你家要三片都可以，因为我这个鸡腿肉比较大片一点。好、哦，这个是鸡腿肉。鸡腿肉的话你，你切大概要切到多大呢？就看你自己哦。大概哦，你要吃的肉比较多，然后那个米比较少的话，你就做多一点。OK， 就这样子切的这样子一片就可以了。好、哦，看到吗？为什么巴萨买的？干锅炒米会粘的啊？为什么巴萨买的干锅炒米会粘 ？OK， 我要跟你讲哦，因为我有一些在巴萨卖的那，他们说我是单层干，它是一片的干，那总是他们的传热速度不好，不均匀，所以有时候你炒的时候就在中间那边会粘锅。一直在中间会粘，我那火力只是在中间罢了。而我们这个啊 ，Wonder Chef 的话，它就是那个属于的五层钢，是日本材质的五层钢来的。来 ，OK， 来，这个是鸡肉切了之后的话，你要做什么呢？拿起来。需要选什么鸡比较好？需要选什么鸡比较好？你喜欢，你要选的是鸡腿肉也可以，鸡胸肉也可以，或者你要鸡翅膀那边也可以的哈、哦，看你自己喜欢。因为有些人他们不喜欢吃鸡翅膀啊，或者不喜欢吃鸡腿肉啊，你选你自己要的肉就可以了的。好、哦，你要有那种鸡翅膀的好，要有那点骨的好也可以的，也没问题。好像我昨天做的就是那个鸡翅膀，因为我家人喜欢吃那个鸡翅膀那边，所以变成的话我昨天也是用鸡翅膀做的。OK， 做这个鸡两片了之后。OK， 我们就放什么呢？来，这个是我的那个姜汁，姜汁的好，你可以买这种，你拿这种姜。OK， 姜汁要怎么去弄呢？就是如果你家里哦有那个磨的这个东西啊，你就将它这样子磨它，它里面会有那个姜汁出来的，有那个碎碎的，你就挤它的汁出来，那个它的肉就不一样哦。就是它的姜汁，你挤要你记得哦，你挤了姜汁哦，你放久了的好，姜汁它里面有那个好像有那种粉的，它会沉底的，你一定要给它搅一搅它，好、哦，搅一搅它，淋上去。OK， 这个是姜汁，大概要多少呢？如果你的家里的姜的好，大概是你一个手指这么宽的。那个姜就可以了的，给它磨成那个汁。如果你要真正要量它大概有多少汤匙的汁呢？大概哦，以这个啦，一汤匙多一点点都可以了的，不用太多，不然的话你那个鸡肉啊，很重那个姜的味道啊。挺该可以吗？哇，如果你要吃挺该的话 ，OK， 没问题的啊。我的那边的助理老笑 ，OK， 然后这边的好就是那个一点点的胡椒粉啊、哦，大概是一小茶匙，就是大概是四分之一茶匙的胡椒粉 ，OK， 下去四分之一到
半茶匙都可以了、哦、然后我这边还有个麻油，麻油呢是这个麻油啊，你可以这个麻油你放下去的时候不要放太多，麻油、哦、麻油姜汁不要太过冲熟啊，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味道出来的话比较重味啊。 OK， 这个的话就是多少茶匙啊，OK， 这个是一茶匙 OK 的麻油，然后这个是酱油 OK， 酱油的话这边也是一个汤匙，糯米艇盖对，如果是要找那个艇盖做糯米盖的话就叫糯米艇盖OK， 然后还有这个那个还有这个哦 sorry， 刚才那个是发丢枣 OK， 那个是发丢枣 OK， 那个发丢枣你就是要大概要放一汤匙，然后这个是酱油也是一汤匙，蚝油两汤匙，哇艇盖你有没有想到哦，我都没有想到有艇盖这个字耶OK， 然后的话这里啊有那些多余的那个蚝油不好晒啊，不好晒啊，安迪是这样子的哈家庭主妇是这样子的，那些都不好晒。 OK， 这里给它漏完哈。 OK，鸡鸭要腌多久啊比较入味，如果你在家里今天要做的好啦最少要腌两个小时，但是如果是讲 OK 你是最好啦，我比较建议呢隔夜会比较入味，至少啦如果你要紧急要做的好最好是腌最少两个小时，好腌的时候啊你最好是家里有的话你就用手去跟它马杀它啊啊，因为在做直播我就不用手来马杀渣，我用筷子咯，你给他那个字里面给他进去里面先 OK， 这样子你会嗅到它的那种味道的很香的 OK， 来我们这样子给它入味了之后呢我们最后要放什么呢，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叫玉蜀黍粉，这玉蜀黍粉呢大概是一茶匙就够了的啊，不用太多，因为这样子出来的话它的肉比较滑 OK， 来了呗啊，记得你一定要给它那个酱油啊酱汁啊给它马杀小啊，给它捞它的时候是给它入味给它激入了那个味道先，你才放那个 corn flour 下去啊。来我们要整个捞它我到里面看到它的那个鸡肉的汁哦，已经是在它的那个肉里面吸收了之后，然后的好如果那个冬菇 OK 家里有腌好了的冬菇啊蒸好了的冬菇的好挤干了水，它挤干了水的时候那个冬菇那个丁啊记得啊冬菇丁剪掉它，如果你是家里是这么大片的冬菇你就是一分为二，好一分为二冬菇丁剪掉它，然后就是剪那个冬菇的水留着起来，这个直接挤干水放下去跟鸡肉一起腌，好来我那个另外一个来 OK， 就好像那子我昨天啊我已经腌好了的，因为你这样子腌的好你至少要腌两个小时嘛，因为时间关系我预先已经腌好了的了 OK， 筷子很美有卖吗，筷子很美有卖吗，没有啦筷子没有卖了 OK， 那这个是刚刚做好的吗，冬菇加下去保鲜膜盖住它放进冰箱里面腌至少两个小时，最好都好你在前一晚去腌变咸没关系的、哦、如果再不然都好你那个糯米在泡糯米的时候、啊、你就直接跟那个鸡肉一起跟它放在一起做，那样子的话你的鸡肉更加入味、哦、OK， 你可以看这个就是我的之前腌好了的就是那个鸡肉那个冬菇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买到小颗这种的好就是一颗，如果大颗的话你就分为二、哦、然后你看啊这样子弄好了之后 OK 给它入味了之后来我们开始做了呗 OK，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你可以在 bakery shop 里面买得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老麦盖的那个碗来的，如果你不要用这种的好你可以用那种小碗来做都可以的，因为我们那种吃饭碗那种那个碗，有一个碗在下面这边，下面这样子。来啊，冬菇碗这种
啊，这个用这个碗也可以，啊，做我们盖子也可以的，啊，是看你方便你自己。这种的话，为什么我用这种呢？我等下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用这种。OK， 白米已经弄好了吗？对吗？我们的这个腊肠也是切好了的，然后我们要怎样去做呢？来，看到吗，子？看到吗？一口冬菇，一口鸡啊！来，这个冬菇我们下去先，好。然后的话，还有什么的腊肠？你喜欢吃多腊肠，你就放多腊肠，好。这个我买给这个碗哦，就一个 size 罢了啊。你不要买到那个蛋挞的，蛋挞那个太小了啦。那个有种是做蛋挞的，那个太小了，好。OK， 然后这样子的话，鸡肉你就喜欢，你就可以放你切的小片你就放两片咯，啊，你喜欢吃的那个肉比较多 ，OK， 你就放下去。啊，那 chef 有卖那个碗吗？哪个碗？WonderChef 有卖哪个碗吗？哪一个碗？那师傅你是讲哪个碗？这个碗？哦，你讲这个碗是吗？这个我没有卖，我没有卖。那你要去那种烘焙店找，好，可以放花生吗？花生？哎，我们家现在有花生的，我没有吃过我们家有花生的嘞。自己做的。如果你自己做的话，你就自己放花生了哈。OK， 来 ，OK， 这样子看到吗？就是你放那个腊肠，记得腊肠啊，你一定要去掉那个鱼它，你不要连那个鱼的都切不下去呀、啊。如果是刚才小孩子吃的好，你变成的话，它因为里面的话你有那个骨头啊，所以变成的话你用那个鱼啊，全部什么都没有的话比较好一点。OK。下去，我的冬菇没放去，这个我忘记放冬菇，跟你讲，那我忘记放冬菇去。OK， 放那个米下去 ，OK， 那只放下去，看到吗？有外卖吗？啊，谁要外卖？我这里没有外卖哦。为什么刚才我讲哦，你的那个米，看你要放多还是少 ，OK？因为有时候讲，哎，我喜欢吃那个肉比较多的，你差不多你可以放你的自己衡量可以做到多少个，好 ，OK， 放了之后，轻轻去压一压它，那样子，不用放得太满，嗯，这样子，轻轻压一压它，一样，用汤匙都可以舀的啊，我这个是刚好有这个在这边。有这个这个刮刀，来这样子，一个多少钱？老麦盖呀，老这个是家庭版老麦盖来的，下次叫王德轩买，下次再王德轩买 ，OK OK OK。然后今天刚刚进来朋友们还不知道啊，今天我是做的这只糯米鸡啊，糯米鸡。来，就这个是糯米鸡来的，来，你要看看怎样的糯米鸡，来拿过来我的糯米鸡，那个碗的那个，对，来，今天我就是做这个家庭式的糯米鸡，你要做怎样的糯米鸡都好，你可以放鲍鱼啊，看到有人讲要放艇盖都可以的，放花生，哎，还有人讲要放花生都可以啦，你自己喜欢，但是我这个是做原版的啊，我是做原版的，好，因为我还有剩很多糯米，所以我就是将那糯米削除掉它 ，OK， 轻轻这样子压压它。OK， 来，我们再做多一个。要蒸多久？如果基本上哦，今天的话哦，我是用什么来蒸呢？等下来，我的那个锅子的水倒下来，看里面的水，别那个水，来开我放那个锅子里面的水，倒在个碗里面。OK， 基本上蒸多久啊？啊，我们该加五，哎，我这里是。要加五哦，我的助理讲不可以，他要吃。啊，我的小助理他讲要吃，他讲不可以。OK， 记得啊，轻轻去压一压它，这样就是 OK 了啦。好，这样子就 OK 了啦。来，我们还有一个动作要做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讲哦，冬菇跟那个鸡要一起腌，因为它那个水分啊，冬菇会吸收那个水分的。好，来，我这个放一边先。
来 ，OK，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锅子里面啊，里面不是有这个那种酱料的东西的，你直接拿一点半点水下去，跟它弄一弄它，拿里面的水出来 ，OK， 来给我。OK， 这个就是刚才我刚刚弄好的啊，里面还是没有放水分的，所以你可以看看我这边有多少粒啊。OK， 开了水分，每一个里面你要放回一点点的那个水下去，因为它里面的汁磨砂一样啊，照拿一汤匙就够了。OK， 放一点点罢了，不用太多，放一汤匙都可以有的哈。OK， 来，这样子之后，小助理就好咯，有口福，他天天都有口福人讲。OK， 这一个它是它的盖子来的。OK， 然后呢，加钱啦。然后盖的时候啊，按着它，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容易收。哦，如果你用那种碗的好，它收的时候啊，你在冰橱里就比较困难去收它。哦，我们这样子，你要几十次。啊，你就可以拿出来解冻，啊，去蒸回去就可以吃了的。然后的好，我们是用什么做呢？我们是用那个气压锅，我们是用气压锅去蒸。OK， 来，我们用气压锅。OK， 今天我们是用气压锅。OK， 基本上哦，在家里的好还是外面的哦，他们做那个糯米鸡啊，他们都是用什么炒菜锅啊，要蒸哦，至少一个小时。好，但是我这个呢，就是用了我们这个魔法快锅。啊，你们猜猜看，我大概要用多久时间去蒸？15分钟。有人解要多久时间嘛？有人知道啊？我这个用的气压锅很快速吧，了人家。OK， 来，啊，这样子呢，夹好了之后啊，记得这样子夹好了之后 ，OK， 半个小时。No， 拿我的水来。我的水，来我的水来 ，OK， 来，我里面呢这个锅子里面，我放水 ，OK， 我放水进去里面，因为一定要蒸嘛，蒸一定要有水分嘛 ，OK， 我放我的水，用多了，大概差不多3杯水了，然后我就放我的蒸架，看到吗 ？OK， 就是这样子。然后将我的那个糯米鸡放下去，你猜一下我这个窝子可以放多少个糯米鸡 ？OK， 我讲哦，如果是在家里哦，江佛啊，真的是哦，你每次真的是要一个小时去看那个糯米鸡，如果炒菜窝，对我来讲的话，是我这么懒惰的人哦，我要越快越好，对吗？啊，一个小时，那个是炒菜锅，就一个小时。这个是快锅来的，我们这个快锅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pressure cooker 啊，它是更加快，一个小时不需要咯。来，我们开始一边做啊，你猜猜看我这个可以放多少个？9个，超。你不要看到我这里有9个，想9个啦。其实我这个窝子哦，可以放个12个，可以叠在一起。叠啊，叠在一起放。对呀、啊，为什么讲哦？这种的话哦，你就变成你容易一点，你就直接哦，你再叠就可以了。来，我推前面给你看。你看啊，在里面已经是有6个了。看不到。看不到。你看啊，叠住哦，看到、啊，下面一层，第二个是第二层。其实我在MCO 1的时候啊，我已经是有做过了 My Guy 的，已经是做了好几次了 My Guy。你会比电子气压锅快？这个真的是比电子气压锅更加的快哦。为什么呢？因为电子气压锅 maybe 你要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吧，但是我这个。比它还快，来，这个是第三层了啊。来，我们再按多两个 ，OK， 来，
那你可以看来，我这边呢已经是做了的，就是九个，九个都好。你看我上面还有空位的，知道吗？我的水哦，我只是放了差不多是三杯水，这个还加多一层的。但是我今天做九粒罢了啦。其实这个锅只可以做到十二粒，十二粒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关掉它。OK。气压锅不是都一样的吗？不一样，哪一样？ OK， 来，我这个气压锅呢，讲哈，我现在给它水滚先， OK， 当它水滚的时候，你听到气气气的声音，我再跟你讲多久时间， OK。 还有一个人问我什么啊？差别什么？气压锅是不是一样的吗？OK， 气压锅它有很多种，有的是走那种跑电的，就是插头啊，插跑那种的都有的。然后这个话是你就是可以放在煤气炉，放在任何的 induction 啊什么炉都好都可以用。哦，如果是讲你讲这个的话，是比一般的气压锅快 65%。 好，就是这个的快，这个是属于快锅，它的 pressure 更加快，更加高。使用你们的气压锅之前要注意什么？使用我们气压锅之前要注意什么？就是你这些东西安全的东西你全部锁好好了就可以啦。然后的话你就放在煤气上面的话，你就给它煮就 OK 了。 induction 就放 induction。 好，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呢我是比较喜欢用它呢，就是因为它比较快，而且将它的食物的东西比较容易烧。水滚后水滚后十分钟速菜厅。嘿，你又知道 OK。 这个只要它的水滚后，水滚了之后就是直接去十分钟就可以了。十分钟它的糯米鸡就 OK 了的。一定要它水滚，听到那个哔哔哔哔的声音之后开始小火十分钟，是不是很快嘞？这个快锅有做什么优惠吗？ OK，这个快锅有什么优惠？这个快锅呢，现在我们的 Wonder Check 有做 offer， 有做 promotion， 它的原价是1288的，但是现在的好，我们只是需要798而已罢了，798。 OK， 来，我再拿掉它给你啊。因为现在的话，因为 FMCO 期间的好，我们现在给很多朋友们friends 们，他们都是在家里煮东西烹饪东西，因为有时在外面你叫东西回来吃的话，有时觉得不安心的话，在家里自己煮是比较安心一点的。好，来，如果这个你除了煮糯米鸡或者是你要煮那种焖那种肉类都好，都很快。好，你焖肉类的好，大概是六分钟左右罢了。如果讲我今天我要做一个蒸排骨，下面煮饭上面蒸排骨可以吗？都可以的，一锅两用都可以哦，或者煲糖水呀，炖东西完全是没有难度的。这个 OK， 当它在这煮了之后，我们就不去理它先。哪里可以买到这个气压锅？多少钱？包邮吗 ？OK， 哪里可以买到这个气压锅？如果你本身不是住在KL 的，不是住在斯兰莫德，如果你是住在外国的，可能是州后马六甲那些，没关系，你可以跟我们代理买。如果你想知道哪一个是我们的代理，你可以私信我们，我们讲我要那边的电话号码可以吗？我们有后台的人会跟你讲，你要可以联络哪一个代理。好，如果你是怡宝的好，你也可以联络怡宝的代理也可以的。好 OK， 如果是讲在 KL 的好，在比较远一点的，比较可能比较晕地啊，那边的好都可以的，你私信我们。好，那个增加有没有送？增加那个增加呢，是你家里的增加就可以了的。好，家里增加都可以了的。怡宝有寄吗？有，怡宝有，怡宝也是有。我们如果讲你要跟我们这里买也可以，我们寄给怡宝的继续怡宝的顾客也可以，或者你打电话跟我的怡宝的那个代理买也可以的，他在那个加拉干巴那边也可以的，你跟他买也可以的。你要知道他的那个电话号码要不行的话，你就私信我们，我们后台会跟你联系的哈，跟你讲是谁哈。煮红豆水多少时间 ？OK， 煮红豆水煮红豆水 normal 的话，都要煮的话你要先泡普通啊，在家里要泡什么？要泡两个小时啦，三个小时去泡红豆，对吗？但是在我这边的话，用这个气压锅的话就不需要泡水，那红豆不需要泡水，不需要蒸个夜。都不需要，直接当场洗了，直接放下去，只是需要一个15分钟。
大概15分钟到整理，就红豆水完全出来都是沙沙一粒粒，很好很好吃的，跟你讲不输外面煮的东西了。那么中指呢？啊？中指呢？中指啊？哎呀，那天我就是有包中指啊，如果是有留意的好，虽然我没有现场包，那个中指的好只是需要25分钟，普通的话你一定用那个大锅去烧它的好，都是需要大概多久时间啊？都是需要2-3个小时吧，哦，如果烧中指的话那种普通锅，但是如果用这种气压锅的好，25分钟，中指出来美美一流。就是上次做粽子的时候，我留了很多糯米，就变成了好，我来做那个龙麦盖，马上用掉它那个。冬麻有剂吗？冬麻有，冬麻都有。好，冬麻的话我们都有，看你我们讲冬麻哪里烂，如果你是在那个冬麻一带的话，是在那西部的话都有的。Okay. 是免油的吗？啊，是免油的吗 ？OK， 冬麻的话，这个是冬麻有邮费啊，因为冬麻要坐飞机过去哦，会有稍微有点贵啊。OK， 我们这个啊，给它在煮了之后的话，有些人会问我，我有没有比较大个的气压锅？来，有一个人问我有没有大个气压锅，我跟你讲会有的，来，我给你们看，哒啦哒哒，你看啊，一二三，哎呀，有看到吗？够大个吧？提供怡宝的代理电话，我叫我朋友过去怡宝看，可以可以。他Candy， 你私信我们，好，私信我们 PM 我们，我们会给你知道那个代理是哪一个代理，然后你就直接过去跟他丢了好吗 ？OK， 这个的好，就是我们的30L商业用的气压锅，你看有多大个吗？大啊，很大哦！如果你在家里是大家庭哦，你家里有差不多10多20个人，很大的 family 哦，用这个小肚子一流啊！哎，小绿豆，你看我的那气压，我开始哔哔哔哔哔了啊 ！OK， 这个已经在开始哔哔哔了之后，你就开始转它10分钟，这样子的话就10分钟啊，小火10分钟啊 ！OK， 来，我们开始，小火10分钟，我的 timer。哎呀，我的呆莫，哎，其实哦，大概8分钟是 OK 了的，但是我比较喜欢给它到10分钟，因为我有时要吃到那种口感比较软一点。OK， 10分钟 ，10 minute， 这是 OK 了。这是多少容量哦？这个是30L，30L的容量，而且的话，这个是属于商业用的容量来的。好，然后的话，这个如果我要那个卤那个。什么猪脚啊，猪手啊，我这边哦可以卤到很多很多，我可以讲做那个做吗？请朋友吃啊，开几围台啊，都冇问题啊。这个一次可以做多少个糯米鸡？我这个、啊，我跟你讲，如果你是做商业的，好不好？如果你是做商业的，你买这个是最好。你看我这个小窝都可以做到12个粒糯米鸡啊，这个你猜看可以做到多少个糯米鸡？至少它的3倍到4倍啊，是吧？应该有吧。那我们来看，这样子搞，一二三四五六，一排都有，差不多可以放6到7个。这里可以放到多少个？啊，你想想，你想想看，这个有多大个 ？OK， 这个的好，我们是有做 oven。OK， oven 是多少？这个30L的，它现在的好都是做的 oven 就是3198。OK， 3198，然后的好。OK， 这是30L了。OK， 30L 这个，还有一个，如果觉得30L太大了，然后这个又太小了，然后你可以找哪一个嘞？我将它移过去隔壁点啊。来，这个是30L吗？对吗？我还有一个这个，哎呀，还有一个，哎呀，你看到吗？我的大中小都有完了，你可以放心。有小的8个L，有大的30个L，有这个中的15个L，都有。耐用吗？哎，姚师傅，这个哦是超耐用的气压锅，一个气压锅跟你讲哦，用你10年、20年到30年了，传给你下一代啊都没问题的嘞。可以看下里面。OK， 可以看这里，慢慢来。OK， 里面呢、哦？
样子的，哎呀，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够阔嘛 ，OK， 如果是这个的话，如果你看啊，它这是五厘的哦，如果你要撒中宅啊，我这个八个厘的哦来撒中宅哦，它一次过可以撒差不多十二粒中宅了，看你大小粒了。那个八个里头的我可以做到十二粒种子一次过，然后这一个的好至少可以做到啊十二粒，这个可以做啊多哈的一倍，大概二十粒左右，二十粒以上可以用来扎鸡了。这个可以用来扎鸡吗 ？OK， 这个的话来扎鸡，讲真我还没有试过扎鸡啦，目前哈、啊。医保代理都有的看了。大种小都有，那个啊，跟对面怡宝代理那边的话都有，大中小都有哈、啊，大中小都有，你放心，你要哪一个款式，你问他，他全部会一一跟你解答。马六甲找谁有吗？代代相传是的，这个真的是可以代代相传，为什么呢？一个好的气压哦，一个好的钢石，可以讲用你一世人的、啊。可以讲用你一世人呐、啊？为什么呢？可以去啊，我可以讲不锈钢啊。其实讲哦，如果用得好，买的款式好的讲的话是，你可以传给下一代。好像我妈妈上一代传给我的，就是我妈妈那代传给我的，到现在我还在用着。你讲有几好用啊？最主要是什么？你要买对，买到对的那个炊具，买到对的那个产品。马六甲找谁？马六甲有，我们马六甲啊、都有在那个啊、那个哪里呀、啊？啊、摩都有，马六甲都有，好、啊，摩都有，马六甲都有，你直接可以跟我们讲在哪里的，你是住哪里的，你跟我们讲都可以，好、啊。来 ，OK， 来，我们开我们的糯米机先。来，然后放进 ，OK， 来。OK， 这个就是我们的糯米汁，今天我们的做出来的成品，因为现在我们在蒸着，它还有应该是有一段时间。那这个是做出来的糯米汁，来，哎呀，这拿掉它先啊，我们倒那个糯米汁出来，我们倒那个糯米汁出来，哎呀 ，OK， 刚才有人问我，哎，有糯米汁要放好料一点的可以吗？可以，你可以里面可以加鲍鱼的，没问题。拿个碟子来。找我 DM Wong MD 吧，哦、oh, MD Wong 还有放满电话号码出来哦。 OK， 来糯米接好了之后啊，它这个盖子哎这样子开掉它，为什么这个呢？你如果你今天你吃了吃不完糯米鸡，你可以放在冰格里面，你放在冰格里面，你收差不多一个月都没问题的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啊、你就比较容易收。如果你是用这种碗的好，用这种碗的好，你要很多个碗去收在冰格里面，然后对吗？因为这个碗呢，有时你要吃饭要用什么的好，你就比较少很多个，你直接买这个去 bakery shop 买这种。它 bakery shop 的话，它不是啊，它是算啊一 set 里面有十个，我这样子一 set， 然后十个都3.8块罢了。好、啊，你这样子买了之后，你要吃的时候拿去蒸，然后半蒸它，放在炒菜锅里面蒸它，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可以了。解冻了之后，附近有鸡吗？有，东马那边都有，东马我们那边是也是有代理的哈、哦。OK， 放好了之后蒸好了啦 ，OK， 你就拿出来。这个是我刚刚开锅前再蒸了一轮的 ，OK， 来，啊，它的米油全部都是很 soft 的，我跟你讲，没有偏离的，很 soft 很 soft 的。那你可以看啊，我的筷子，他会开心我讲我的筷子很美的，哈，想要买筷子了。OK， 你可以看啊，它的米啊，出来的时候拉长，拉长又拉长美 ，OK， 你看啊，这个是我是用那个。那个鸡翅膀啊，你看它都是用鸡翅膀的，你看它的肉全部都是软到完了的，美美的，跟你讲完全不输外面的羊啊。你看它米，看它软软的，没有骗你的，我只是需要跟你这里的话，我用10分钟搞定，我不用去讲薄，那个重嘞，做了没该，我给你看。
软软的嘞。嗯，OK， 来我看看我仔细先 OK， 等它这个哦，还有两分钟，它的气压窝，它气压窝里面已经时间到了之后，你就关火，让它自然下降，然后才开了盖出来，直接可以倒出来吃，好。老麦盖要十个，要寄十个给你啊，跟在那。啊 ，OK。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有时讲是我们是看情况而做的啦。因为有时候你要老麦盖，之前我上个 MCO 的时候我做的老麦盖里面补的都是帮宝鱼啊。因为是我的朋友，他要吃老麦盖，他跟我拿了多少粒哦？他跟我那时我是用这个15L的来做，15L来做，因为有朋友跟我的家人要吃，然后他是在后面嘛，住后面嘛了，然后我就放那个鲍鱼。我那个鲍鱼刚巧又是过年嘛，第二 MCO 刚巧过年，哪里都不能去嘛。虽然是在后面，然后就是做好了，就是拿给他咯。然后的话，在那时我们出去的时候也是很麻烦嘛。现在这MCO 呢，虽然是比较松一点，但是呢，各位哦，最好留在家里，如果没有紧急要事，就在外面住，在家里煮东西吃啊。训练烹饪技巧啊。训练烹饪技巧，对，我自己讲什么要在家里训练烹饪技巧，好，做多点东西给家里人吃，好，讲解得很好 OK， 好，谢谢你们 OK，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你们直接可以在我们的留言这边留言给我们知道，或者私信给我们知道，如果你想要买任何的东西，你可以私信我们的后台了，好，然后 OK，今天的话我就是用我们的那个气压锅，就是我们的 WonderCat Pro 的气压锅来煮那个糯米鸡，就是蒸糯米鸡，好，不需要用到炒菜锅这么长时间，直接用气压锅很快的速度就可以搞定了。大概如果是讲我要比较缩短时间可以吗？可以缩短一点点的时间没问题的，好，看你那个火炉大小，但是十分钟已经很美很美了的。我也是，原来这么容易啊！谢谢 Undercap。OK， 其实说，我们看我做那么多吃的好吃的东西都好，都很简单的，在家里都可以做得到的。好，不要想要去到外面去找个东西。OK， 你看我的时间到了，我关店。OK， 它直接关店，等它这个红针直接下降了就可以了，等它自然下降。如果下降要多久时间呢？我们大概下降应该是很快的速度的，你不用去理它去。冲凉房冲个凉出来，你的糯米鸡已经好了、哦、如果不等呢，开不到、啊、如果不等那个蒸下降了，其实、啊、如果想要煮比较好吃的话来讲的话，气压锅等它自然下降，等它自然冷却，这样子煮菜东西是比较好吃的、哦、不要等它急急忙忙的跟它下降，不要给它自然下降、哦、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你觉得很生涩要去吃的好，你拿那个水去冲它，从它那个盖上面冲它，它就快速下降。但是我比较建议你们呢，就不要去直接冲它，给它快快下降了，等它自然下降。好，现在我来了，哎呀，左恩，你今天还来呀、啊？不用紧，你看可以重播好吗？好的，谢谢。OK， 好的，各位 ，OK， 现在我等它自然下降之后，然后我这食谱呢就会 upload 在我们的 page 里面，到时候的话你们可以拿来做，自己在家里自己做啊，好 ，OK， 好的，所以我们下个星期的好，我们会在不是下个星期，是在 incoming 的星期五呢，我们会有直播，我们会在每逢星期三跟星期五都会有直播，下午2:30会教你们做那种简单版的家庭版的东西，好，比较容易可以操作的东西，好，所以变成的话今天我们就很谢谢各位来进来我们直播间看我们 Karen 做今天的食谱老麦盖家庭版的老麦盖 OK， 各位我们下个星期五见 OK， 拜拜。